快脚偏低的时候被带起来，在左半边。野手已经，哦，这颗球有点高起来了，果然被曾志佑所掌握，击出了中线的穿越安打，这是他在本届东盟所击出的第10。再往里面蹲，哇，这球打得精彩，王权阿达里非常好，但可惜这回真的走了，曾志佑有办法吗？哇，具备有这样的一个投球能力。哎呦，这球可惜了，蓝一伦直接打进到了投手率2.1%，上垒率2.6%，这棒打击出去在游击手的正面，交给曾志佑来处理，没有问题，赢胜一败。这球打击出去，哇，相当强劲，天志杰击出了中线的穿越安打，击球的一个准备。好，代打，哎，真的有效哎，我压迫到了防守，结果这球穿外，这棒用力的打出去，在警戒区前面呢，严清宏完成了接杀，回传内野两出局，有走。哦，这棒又打得很扎实，又是中线的穿越安打，可得上了这分，可以回来吗？哦，两出局，提前起跑了，打击可以再积极一点，大胆出棒。哦，又打穿了，哇，三垒上这分也可以顺利的回来，中职联队不打则已，一打分数就是一双。比较偏低的变化球是悬吊，哇，是一个速球，把好球，哦，会接得漂亮呢，对手要睡，有些打击教练是希望你能够积极出棒，然后在积极出棒的同时，你设定的位置要果断的话，没有上场空间了。嚯，打得美败，右半边欧巴形成了长打。大家好，今天的第一支安打就可以站上二垒，没有问题。两出局之后进站得点圈，好出棒的一个时机啊！哇，这棒直接打向二垒手正面，不抓到。本垒板的纪律的一个提升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比较偏低的变化球，打在中间比赛的那种，哦，练习打击，你也丢，你的坏球率就很高。哦，这个偏高、偏外角的球被王焕佑传给带到。第一，你预判的高度跟你挥棒出去的高度是不一样的。啊哈。但这回被林辉胜这两，因为你即便好球，他打也不好掌握。那这颗外角变化球就被陈飞林给相中了，打出了他这样比赛可以直接啊，又抬脚，接着打野出去哦，在游击手的旁边。但是问题来了，如果只能投直球的投手，基本上他的能力是不在一军的哦，他的程度还不到那个程度嘛。除非他直球是非常快的，160-155的，用一个速度去压你，这教练是可以接受的。哦，漂亮！非常在意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先看一下这球吧。右边方向就打了很高很高的飞球。那变速球容易有、哦？我、哦、这个球哇、哎，这球打这么扎实啊，在界内吗？啊！方向的阳春全垒打。比分也就此形成了3-0。哇，下一棒的叶子廷也把球带上右半边。不过通常这个是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变化球掉到了二垒方。这球打在线边，三垒手冲啊，背对的球，哇，接得漂亮。哎呦，这球其实蛮准的，主审没给。如果不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就打得不错，可惜。看很多投手。啊，先看这球吧，唐家豪。右半边滚地招。弗里敏动作过大。哎呦，哇，这根断棒，直朝头。姿势还是要对啦，对，要对，全身的传导、肌肉的运用等等的，他力量的一个，哦，漂亮的战术下打，配合得很好啊。张翔砍劈，他原本在一垒上软实力是一样，
那哇，这帮打得也远哦，还在飞，还在飞，在警戒区掉了下来。黄永传遭到接杀出局，还有东击东西，安打又出现了，这一局出现三支安打，田子杰单场第二安也出炉，哎呦，他进来，哎呀，这就可惜了，野垒手准备好喽，将王念豪给。哇，说着说着，在无人出局的情况下送保，先走了。哇，正好找洞钻呢，严新红，这一支安打还可以再多送一个垒包，哎，厉害厉害。对这个东西的熟悉，你的身体的负担是最小的。俩包啊吼，这一次的牵制，哇，战胜。哇，球如果被打远的话，那分数是要回来的哦。看一下田子杰的臂力，没有办法了，抓不到，歪了，整个船歪掉。哎呦哇，结果最后投出了触身球保送。打第一球，应该就完事了吧。左边方向的飞球，田子杰就定位。这球打的感觉也不错。在中外野手速度很快。哇，打在棒头上面。那也冲天炮。交给捕手。高弹跳，这不好处理哦，要快啊，还是传的。我就要遇到了啦，还是丢直球哈。刚才捕手感觉有配变化球，他不要，是就不干你的事。我们就看结果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可惜见高不见远，叶宝弟，彼此的信任度会更好。又有一点切到啊，中央野手又来了，林振华，哇，哇，哈哈哈，就这个变化球不切好。演练过程你会找一个很好解决的一个方法。黄永传，这球打击出去，在二垒手的正面漏了一下，再捡，哇，没误啊，好，要传本垒，哇，哈哈哈，靠手背失误上垒过，这球打了出去，中间方向传越形成了安打。这支传球是不是然后凸显自己的一个强势的地方。变化，他也用不到了。这一棒打高了，捕手，相当帅气，张翔。本支家这个打击出去，游击手已经准备好了，垫步传一，哇，这个就太内角了，结果形成了四坏球保送。张成，这球挥棒了，挥了，哇，这球打得不错，右边方向落地形成安打。今天个人也缴出两安，比较不好看出来的一个球种。很快点，第三场初赛，先前两场比赛对上的对手都是日本人啊，一场打日职红队，一场打日职白队，没有对台湾的选手的棒子再来打。郑传生，找到三振出局了，就站在原地遭到三振出局，三垒上的这分回不来呢。同时连队这把打跌出局，在右半边交给二垒手来处理，一出局。哇，插棒被这棒打击出去，一垒手已经掌握住了，那就抛给投手来。哇，又是砍劈，但这就没有飞很远。人家的哇，这球打得蛮高的，够远吗？
球速这么快，哎呀，结果还是落到了右外野手。哦，这球打野直球三垒手拦不下来，球太快了。急救出速，日本棒球迷的这，哎，先看一下这球，哇，弹得很外面去，弹很远。嗯，外角的变化球，成功的将打者给三振出局，也结束了在八局下半。加今天现目前是四支嘛，嗯，哇，郑振宗，迪卡尔打第一球，来，哈，又是一个非常锐利的变化球，林华伟，哦，这棒打击出局打得不错，有点手拦不下来，穿越形成拦打，郑振宗。也可以接队友的打击，结果思绪不是很清楚。嗯，哦，传得漂亮，哇，这是一个再见封杀。